猫咪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。可爱，这世界上啊，有很多可怜的事物。你爱长命家吗？你感应到的、啊。我想自己把它医好。什么小孩子奋斗机？大家一帮忙，救他！猫咪忍住，不要停止，快快！美美啊，你爱长命家吗？它在里面呢，要不要进去看它？来来，我帮你打开门，等我一下啊。美美还在吗？下次可以来哦，好不好？但不要晚上来，早上来 OK 的。美美，我就知道你感应到了。好，有机会的话，让你们隔着这一个铁栏这样子相望，好不好？让你们隔着鹊桥相遇。那我先去接姐姐喽。美美想要吃猫草吗？我们来种猫草好不好？这个是培养土，是要吃的啦。这边，美美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是要吃的，很可爱啊，毛皮。哦，里面已经放培养土了。这个是泡了一个晚上的小麦草种子。咪，期待吗？还没有长出来，等等哈，你就期待收成了。这个再用一盆好了。跟你的猫草说，一个礼拜后见。咪咪，妈妈就做汤圆哦，你先睡一下哈，想到妈妈的时候再来找我，待会见。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哦，有一只壁虎，这是我今天早上做的草莓酱，就是我装草莓的时候掉下去的，不可以浪费，是我要吃的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糯米粉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因为我没有很熟练，所以要想一下。等一下要先来做伴娘。又一遍吗？又一遍吗？当时我很开心煮伴娘。好，让我思考一下，加一点水，差不多好像是半碗，弄成小面团，压扁扁的。啊，咪咪你来啦，我们在做汤圆啦。可是你好像喜欢吃肉肉呢，帮妈妈加油好不好？这两块丢进去滚水里面，然后让它浮起来，这样子就是伴娘。两个粉，因为呢，等一下要做红色跟白色的啊。咪咪，我们要帮妈妈加油啊！好想要带你回娘家哦。水滚了，好，然后把这两块丢下去，煮到它浮起来，稍微搅拌一下，不要让它粘在锅底。怎么啦？你肚子饿了吗？就不要给你吃饭饭，浮起来了，浮起来了。好，可以了，丢进来。喂，他饿了。OK， 先不上来了。咪咪姐，你要什么口味的？好多哎，我可以吃一罐吗？我们一起分着吃吧，咪咪姐。然后呢，都要加这个水，两只手一起，哇，也可以用一盆，然后到时候再分成两个面团。咪咪姐，你看罐罐，要吃吗？来吧，来吧。果然有饲料就有咪咪姐。食用的色素，弄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揉，揉揉揉。揉揉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很热。哦吼，看起来美味，你想吃吗？我帮你挖下去啊、哦，慢慢吃哈。这人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跟我的罐头差不多哎，还蛮好吃的。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完成了红色跟白色的面团。儿子在哪里呀、啊？儿子，哦，休息一下，补充一下能量。嗯，好可爱，咪酱。好吗，老婆？不用，谢谢。我的能量好不容易补充了，香蕉，香蕉，有机的香蕉，哇，好厉害呀、啊，很好玩啊，哇哦，要了一颗，你们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可爱，汤圆完成，三二一，放，哦，小胖，好好好，你们家包都一千倍，他至少30公斤吧，没有。哦，好会跳！他刚什么？他是猫咪吧？他一起帮我啦！他忘记自己是狗狗了。他安静不下来。不管你磕了什么都给我来一颗，好不好？如果咪咪娘遇到他会怎样？咪咪娘可能会。哦，好会冲啊！小孩子啊，一岁半，很小很小，好厉害啊！完全不怕水，好可爱的。小胖，你快快快快！喜欢小孩子快乐机。快快！你后后方都抢不到我们。那你也喜欢哎、欸。迷上了，迷上了。他比较喜欢妈妈，妈妈很自由。马上要奖励，跳踢大舞，不会跳舞，哲学，这狗耐力很差。
茶，都要散步二十分钟就要挂。哦，还没有开关呢、啊，快摇一下，我们再坚持运作。是成猫了吗？我有传赖在你的赖的图片，你有看到吗？好，我现在立刻去了解。好，走吧，我们要去找艾妈。你们会不会害怕？不会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我们一只眼睛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啊。看得到啊。所以这世界上啊，有很多可怜的事物，对不对？对。能帮则帮，量力而为。哦，阿宝，他好尽责哦，他已经出来守护了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萱萱是珊珊的朋友，都在附近。阿祖，这是萱萱的。Hello Hello， 你好吗？听说你们有新成员，对不对？我想自己把它医好，但是要去打针。是人为的还是？嗯，在呢，我帮他清洗一下，先擦药。本来很凶呢，他回来我就去叫他，因为很乖的，他就是要打针吃药。这一只菜刀要10000呢。还、啊、是刚刚我们直播的时候也是有人、啊，就是为了这个捐钱的。对啊，拍摄我肯定我是拍摄，不会管他，我们能不能想办法？能力而为啊。可怜嘞，我把都给完就讲，我他妈搞这个猫，我等下我无得啊啦，啊这不忍心呐、啊，而且被我妈一气呀。你看他的猫窝，我把它准备好在那里。三星超越一般的在极限。谢谢啦，感恩这些捐款的人哈。哎、欸，那给一个囡仔，哪得咯？小朋友，对啊，好可爱哈、哦，啊，拢查某的哦，哦，查某真好，查某跟你好，要是你女儿陪我，早就死了。要是要手术，我尽量我自己出到，不要再麻烦你们了哈。小猫咪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忙，拜托你们了，请你们给我力量吧，来吧，来吧，不够，不够，再来，再来。快到了！哇，谢谢你们！哇，这张，这张到了！谢谢！赶快！咪猫茶咪咪，闻到了，哇！它是哪个呢？小青鸭鸭还是这个？好可爱呀！吃这个好吃吗？这么多棵树供你吃了。是哦，这是猫茶的对咪。猫做茶就猫茶，你知道不会长到跳树那么高啊？应该是不会，它这样差不多。啊，乖哦！它现在已经不会再长出来了。对啊。咪咪干嘛这边？咪咪。啊，可爱啊！他太多盆了，他一时不知道是哪一盆比较好。你以为是你的床啊？一些都模型，他喜欢喝猫茶，他以后可能会跟猫草变成好朋友。会跟他一起玩。拜拜！哇！本来抽烟了。这边我想吃一看。哦，他说是我的呢。不用担心的，你看我的，是我的。好，全部都是你，全部都是你的。我要种个30盆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种巧克力用这一招。我比较想要种更多爱。那找出3000的秘诀怎么办？那上你分得清绿色跟皮肤色吗？非常好认真，绿色的姐姐最美丽。那这个就把它放在冰箱冷藏，把它保存起来。我准备宵夜给你们吃。好，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你会煮饭的。这张不要客气，交给你了。快！不要停！快快！
阿公。